让婚后男人的生活现状。陈思美，咋了媳妇儿？600块钱是你这个月生活费。谢谢媳妇儿，爱你哦。别不花啊。放心吧。来，老公亲一个。亲一个。300。嗯？你这600块钱给我还没2分钟呢，你就要回去一半？再说了，啥嘴呀，那么贵呀？不要搞了，好了。还贵吗？不贵。老公，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哎，不用啊，用不起。那我给你做个例子。哎，这添加服务费我可吃不起啊。那走，回屋，我给你讲故事。哎，媳妇，媳妇，这剩那300都给你了，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行吗？不行，走。哎。